然后这边往上走到底就是，南瓜桌子上呢有四个东西，就麻烦你们拿一下，就是拉炮。那下一回合还用不到，你们就先拿在身上，因为接下来的项目都会在这栋房子里面进行。进来后往右边的房间走，我要跟着进去，跟着进去。你好像变态啊！那里面有一二三四四个号码，你们可以自己先选想要站的位置。那我选蓝色好了。噔噔噔噔，我要当阿四。大姐姐，那我要站在两个妹子中间 ，Yes， 要留一点绿。那我不要绿。接下来呢，这一局呢，是用表情，所以我要请你们设定表情。那我们就先设定三个表情，一个是生气好了，就请你们先设定一下，生气，同步，然后惊讶。转转江好了，转转江。有哎、欸，我们家曹操玩不教我。哦，没有吗？好好，那我们换别的，我们换别的，没关系。那爱心有吗？喜欢这个？我没有、这个，我没有。哦，我只有心碎呢。我只有心碎。哦，好，那就心碎吧。心碎好了。好，那就心碎吧。好可怜的我们。那接下来呢？就是我会站在这里。然后待会我会说一二三，做出其中刚才说的那三种表情其中一个，生气、惊吓或者是心碎。那请你们也我数到三之后也要选一个，如果做到跟我一样的就输掉。哦，就不看一样会输掉。对对对，好的话，那我等一下就开始数一二三，那我们就开始先做其中一个动作喽。好好好，那先练几次嘛。好、啊、好，先练几次，一二三，哎呦、哦，全部淘汰，还好还好啊，练习练习，对，关节直接直接赢啊，关节直接秒杀直接赢，就是类似这样子、哦，还好直接练习啊，可惜哦，哇，好，那我们正式来喽，正式来喽。好，一二三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好，好，那第二轮，第二轮开始喽，一二三，好，番茄，番茄，拜拜，番茄淘汰，好好，第三轮，一二三，哎呦，哎、欸，你们都很聪明哎、欸，感觉。心机很深沉，很深沉。好、哦，再来下一个，一二三，好，娱乐， yeah! 好，剩下漂流跟胖丁，准备喽，一二三，好，吴、欸、健，你有发现你被解放了 bug 了吗？啊，什么 bug？ 娱乐，刚才用什么，他们就用下一个用就用什么，哦、因为你会坏。哦，哇，别走了，怎么可以想出来？怎么可以想出来呢？哦，哦，哦，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没关系，一二三，哎呦，很厉害哦。按错了。然后再继续哦，一。三啊啊！好， yeah. 胖丁最后胜出。哎、欸，我想说，可能吴杰会重复两次一样的，可恶！哎，生气就重复两次了，这是心理战。都是娱乐把我的秘密讲出来。好，现在第一名是胖丁13分，然后第二名是娱乐跟漂流都是11分， oh. 番茄。8分，好烂，番茄可以直接退出了，没关系啊。好，接下来的两个项目就很难喽，很难喽。接下来我们到二楼的房间去，这个房间四周都是动物的海报，你们可以炫耀啊，利用一下时啊，没有，这是我跟观众那边要过来的，就为了这次的题目，你们可以先
认识一下有谁在上面哦、啊。你们可以快速看一下，然后我来讲等一下要比什么。等一下呢，我会用打字的方式说出其中一个动物的口头禅。太难了吧，很难吧，很难吧，接下来的题目都很难哦。我讲出口头禅之后，请你马上跑到那个动物的海报前面，那如果答对的话就赢。完了。那赢的人呢就拿一分嘛，那总共有八轮，就看八轮之后谁拿的分数比较多。观众应该也可以打 pass 啊，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好认识可以加油。因为会有延迟的问题嘛，所以有可能在观众还没打完 pass 你就先猜好，这就很没有话讲。所以可以跟别人猜一样的，猜一样的吗？欸，可是先到的人就先赢啦，先到的人就先赢啦。哦，好残酷的比赛哦。那稍等一下哦，因为我把他们都做成签了，我想要把他们放进签筒里面。哇塞，这么认真。因为我怕我用讲的会讲不出，你们会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字了，哪一个字，所以我等一下会用这样子，像打字的，像这是远人的，可是他虽然海报没有在这里啊，那我只要一讲出来，你们就可以马上开始猜了。我可以翻出我的 LINE 里面有个叫豆丁机器人来查吗？不好吧。可恶，我们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比赛，番茄请出去。第一题开始咯，第一题开始咯。哎呦，关节哦，娱乐猜对了。耶，娱乐一定是我加油。刚好唯一只我加油的。对，答案是阿邦。哦，是阿邦的。对，太强了吧。第二题应该比较简单一点哦。不要在我旁边。我要分享。好了，第二题准备咯。你耶，我知道、哦，胖丁，胖丁先的。啊，这个我唯一知道。胖丁太胖了，好晕啊，好晕啊。对，要去转那个。视角可以一览全部。好，在第三题，这个应该有看某个人的频道的话，应该很熟悉这个角色。某个人的频道。好喽，第三题。猜。哦，胖丁。没有，从我的画面是我是第一个，从我的画面我是第一个。哦，真的吗？可是没有骗你的，对吧？是你的。我的画面是好像是胖丁先的。你这个小丑。我的观众说胖丁太胖了，所以说会。哎耶！好喽，那我准备第四题喽。第四题感觉稍微有难度一点。天哪！四八。知道，是，我觉得啊，我知道是谁、這個、啊，我的视角，这个对，胖丁，這個哦、漂流刚站在旁边、哦，没有站过去，你走开啦，哎、欸，我们一人每人各0.5分，没有没有，你这个人。还给我意大利，对，是尼加利。好，第五题，第五题这应该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好，认同。哦、认同，认同，认同。我见过的认同啊、哦，这个是吗？嗯，你呢？没有人猜对哦。认同。认同，其实认同啊，认同啊、欸，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走到要跟我讲一下，你们选这一个吗？对对对，要不然你们停在那里，我会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决定好了。是吗？是吗？对，是张婉婉吗？是张婉婉。认同，是张婉婉。对，我刚刚看番茄好像停在那里，但你又走掉了。哦，有点纠结，到底是张婉婉还是那个？哎、欸，那有这么多蓝色的松鼠啊！不错，不错，眼熟。好，再来是第六题，第六题喽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怎么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就每个人都叫大家看这边、啊、怎么对？哎、欸，好，哎、欸，娱乐啊！是谁？是我的观众彼得哦，是彼得，啊、没错。好，再来第七题也是有点难哦。嗨，这个差不多，先生。乐狗，乐狗吗？不是。哦，赶快！我的差不多是天生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，观众观众彼得啊，哦，不要人知道，不要人知道，不是这个啦，这个是不是？漂流答对了，是天佑啊！哦，我没有遇过天佑。OK， 那就我们来到最后一题。最后一题我觉得有点放水，他这个。啊？等一下，我先站好。我先站好。哎、欸，什么先站好？走开！走开！然后你说简单的，我都站在阿姨前面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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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吗？我会说简单，是因为我只要丢出去，你们就算不认识这个人，也会知道是谁这样子。好，丢喽。无尾熊。无尾熊。无尾熊，无尾熊是哪里？无尾熊在哪？这里。对，我到了。娱乐，娱乐先抢到了。我先到吧。啊！我看你站在冰冰那里啊。对呀、啊。延迟啊，延迟。好，那我们这一局的话，就是娱乐拿最多分三分， yeah. 然后胖丁拿到两分，漂流一分，然后番茄零。再来是最后一局。最后一局呢是问答题，我们就下来吧、嗯、接下来开始呢大家就可以用得到拉炮，所以请你们先准备好。哦，抢答用的拉炮吗？对，抢答用的。我的观众说娱乐真的有读书。嗯，我给你们七个拉炮，因为总共只有七题哦。那我等一下会问七个问题，就是动森的，可能比较是冷知识的问题。我会说请问，然后再问问题。那等我讲完请问之后，就算我问题还没讲完，你觉得你知道答案，你就可以先拉炮了。第一题要问的就是现在眼前的这个喷水池，请问喷水池会在什么时？哦，娱乐整点的时候、啊、答对了。等一下，他没讲完呢、欸。这个问题哦，什么东西？第一题娱乐真的有读书啊？刚、欸、好快要整点了，你们要等看看吗？我这边还差一分多钟，对，没关系，应该可以再进行第二题哦。好，然后第二题我们一样在这个房间里面，没有提示哦。第二题呢，有一种物种的动物，请问是哪一个物种的？哎哎，漂流，章鱼，错，无尾熊，不能这样猜的吧？你知道把全部种族猜出来？我放弃，我放弃。就是物种总共有35种嘛，有一种物种的动物居民呢，它在下雨天不会撑伞，也不会穿雨衣。哦，胖丁好像比较快。哎、欸，我先的吧，我的画面是我先。啊胖丁的拉炮，主持人为主好了，好吧。哦，是这个、欸。胖丁说什么？青蛙，青蛙，青蛙，青蛙。对，是青蛙。啊啊啊啊！然后呢，第三个是有关于这个电视节目的。放心，我没有要问几点播什么。就是这个应该漂流会。变蓝了，蓝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哦、整点喷水池会变这样子哦。你不要给我压力，吴姐。没有第三题，因为跟你做的主题会比较相关一点。第三题就是，请问，动森呢有很多已经被验证过的都市传说，那有关于电视的，周六半夜的三，哎、欸，漂流，这我外星人，外星人，对，是外星人，就是周六半夜的3:33打开电视会看到什么？会有外星人出现在电视上面，然后要征服地球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一局就是漂流得分了。
嗯嗯嗯嗯，我还有复习。那第四题，有两种海洋生物的水族箱。好，海洋生物的章鱼，哈，章鱼跟青蛙，错。啊？那我可以抢答吗？可以。是章鱼跟海马？错。哎、欸，不是吗？同水族箱的吗？嗯，我还没讲完嘛，你可以听我说完。请问哪两种海洋生物的水族箱上面会有七蛋大作战的贴纸？哦，七蛋大作战的贴纸、哦、等一下我看一下，等一下您打算章好娱乐小桃章鱼跟吸血乌贼。嗯，哎、欸，吸血乌贼好像也有，对，原本是乌贼，但吸血乌贼它也算 那一类的，所以也有。Yeah. 我们到这个房间来，上面的房间。啊！哦，嗯，娱乐本。我以为你要问的是哪几个那个海洋生物的罐子是小的、圆形的那一种。你们可以看它的水族箱后面，它上面有两张那个那个七蛋的贴纸。耶哦，就只有乌贼跟章鱼有。第五题呢，是这个房间的，请问这个墙上上面的是骷髅的壁纸，那它有一个隐藏的特殊，我知道，娱乐娱乐先拉了，关灯都会发光。答对了，好，那娱乐你们是不是串通好了？他都没讲题目。我还以为要问有多少颗骷髅头，你也知道，大概75颗吧。那我们再到下一个房间去，到左边的那一间房间，这边就有关灯之后的，它壁纸会变这样子。哇，康康，哇，嗯，啊，感觉是科普小教室啊，哦，好漂亮哦，我喜欢这种条纹。等一下，这些音响，对，这些音响是下一题。这些音响，请问动森中能播放音乐的家具大概有十几种哦？哎、欸，好娱乐，你这些你知道？娱乐，娱乐这题知道就不小心单纯，不小心按到吗？那你要猜吗？我娱乐不单纯哦。我先猜最大声的应该是这个竹子吗？对。好，可是我不是要问这一题，不是这个。对，我要问的是不同，它有很多不同的音响的家具，那每个音响播出来的音质也都不一样。嗯，请问现场这五种里面呢，哪一个家具音质最好？这个最贵的那个吧。This 错。这个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还有一题耶，我可以分你，我还有。所以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这个积木音响。哦，我也是这个。我就猜积木音响，可是我过不去啊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对、啊。这一题我就给番茄分数了，因为番茄比哎、欸、番茄很可怜，他一直卡在那。最后一题，我们要去博物馆。我这边就有刚才的那些音响。还、欸、我啦！哎、欸，漂流真的很快，漂流。生气！哇，有人偷鸡玫瑰。谁呀、啊？不是吧？太快了吧！谁手上拿毯子？哦，我先放，这是留声机的音质哦。你们会发现说它的。音乐在播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点走音哦，对，会歪歪的，它有会有一些走音的部分在里面。谋杀谋财害命啊，觉得有在打架。好，那我先把它关掉，然后再来呢，我播这个刚才你们先猜的这个多媒体音响。
多媒体音响呢，它音质其实算很好了，但它会有一点点的杂音在，可能要用耳机听才会比较清楚一点。他们就一直在打架，好像小朋友。然后再来是积木音响，积木音响就几乎完全没有杂质。真的耶。但其实最好的是那个高级音响，但高级音响跟积木音响的音质是差不多的，只是高级音响比较贵，所以我是买不起。我觉得用 DIY 的，把那个多媒体音响跟高级音响看出。最后一题，我们要进去博物馆里面了。那我问完之后知道答案的就赶快炫耀一下。好，请问博物馆中的水族馆区啊，有一种鱼，它只要看到玩家靠近，它就会跟着哦，鱼了。哎、欸，答对。哎、欸，是食人鱼。就是我们只要靠近食人鱼呢，它就会一直往我们这个方向靠过来，想要咬我们呢。这只，哎、欸，真的，我都没去注意这些小知识。哎、欸，所以你还不够热爱，你还不够热爱动身。真的，学一下娱乐，学一下娱乐。对，娱乐答对最多题，七题中对四题，所以这是娱乐拿到三分。那另外三位各答对一题，各拿到两分。那我统计一下分数哦。所以，对耶，雨乐跟胖丁同分耶，怎么办？那就让第三名的胖丁赢吧。你不是准备了加时？对，我是有准备，可是这个可能雨乐比较强哦，就是猜音乐。我等一下到外面，就是刚才播音乐那边，我会用随机播放，然后你们猜是哪一首歌。哎、欸，你说你不会考这题，我本来就很神奇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就是欸，你作弊哦。没有那个，漂亮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无忌当天在场部的时候，我们三个都在看他的直播。对呀、啊，只有你没来。抱歉，我在玩萨尔达。所以我是要帮你看谁比较快乐吗？好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。OK， 好喽，那我要开始播喽。不小心点错，这个我知道。喂喂喂，嘿、hey ，请说。我说我拉炮了。哎、欸，番茄，你有看到吗？你要帮我看一下。刚第一次是胖丁，可是胖丁说拉错，然后再次娱乐，所以是娱乐。哦，好，好，这首是再会。答对，太强了吧！好，那就下一首喽，下一首喽。啊，这个啊，突然想不起来。啊，那这个是。我拉了，这个是叫什么歌谣啊？哎呀，天哪！叫叙事歌谣吗？叙事歌谣，叙事歌谣。没关系，这样有算你对。耶，厉害厉害！住在我岛上的雅美，她家里就是放这首歌，那就再下一首喽。好。太快了吧！快！我要想一下，我要想。他是那个中文，我为什么好像没有听过？那首我也很不熟。那个情歌。答对。好厉害啊！情歌 ，KK 情歌，那再下一首喽。热线，那首叫名字是，我知道什么什么三间的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
都名字，我知道，名字《阿尔卑斯山乐曲》。对，黄晨晓。胖丁好像知道，可是没办法抢答。对。然后最后一首，还是我们拉炮，拉炮之后就直接喊，抢答失败应该要扣分。好，没关系，最后一首咯。好。哦，送分题。生日，我的生日。对，哎，不对，是你的生日才对。你的生日，扣分，扣分，扣分。没关系，是生日歌。因为要讲对完整的歌名真的太难了，所以这样就算过吧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是第一名呢，就是娱乐啦。哎，我的拍拍手把它用掉，现在没办法拍手。哎，对，我的拍手怎么不见了？在这里。耶，恭喜！好，第一届动森王就是娱乐了。动森知识王，太强了啊！我要回去把那个 KK 的歌东西。以后有娱乐在，我就不参加了啦。胖丁也很强，因为也是，同分了、啊，到最后是同分了。是啊，嘿嘿。好啦，感谢今天四位来参加，让这个活动可以圆满达成。那应该也很难办第二次了，因为那个问题我想了好久，我只想出七题哦。原本我想说那个问答我要想到十题的，就没办法，我想到七题就想不到了，没梗了。表情，表情，我来看看。不行啊，猜口头禅真的不是我的专长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娱乐才是倒很多次，都白抽倒名了。对啊，你跟白抽倒名都，你不是花钱抽了吗？怎么这么多？你是那个还没走过去跟他讲话就走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有跟他讲话，可是看到就跑。没有，我有跟他讲话，可是口头禅还没出来之前我就走了。每次都嫌弃人家就提前走掉。然后我们到那个水族馆去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进不去啊？要等上一个人进去。他们屁股走开了，明明开着的，走开了。我一点都不 lady first， 真的是。哇，被嫌弃了你。